美分 ，To any hotel。Luggage here? Yeah, I have got the luggage. Okay, oh, this is like a solar car. It's a lot Chinese. You can show you picture, happy picture also in my book. Oh, because I have Chinese. You can do a emperor. Yeah, can also we can, yeah. I show you Chinese. Yeah, Chinese. I've got that okay. From Beijing. Chinese also we see Malaysia. Yeah, yeah, and yeah. All a lot Chinese. You can, yeah, inside. You can okay, okay. Okay.刚刚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，从暹粒到了这边的马德旺省，然后现在是在首府。马德旺也是暹粒的几个大城市之一。然后这一路上过来，就发现他们这边的这个公路虽然是比较老旧，就是尘土比较大，但是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颠簸，就是路上没有。特别大的那种坑洼，然后呢，就是在路上，没有看到过重型的货车，就像我们国内现在非常常见的那种30吨的半挂车，在这边是没有的。这么大的。到了一家兰州牛肉拉面 Chinese noodle、啊、这里的面还挺便宜的最贵的2刀，比那些比暹粒要便宜多了、啊、炒饭1200，12000，3刀。吃完兰州拉面，现在打了一车我要去看蝙蝠，这边有一个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蝙蝠洞。哇，这个山有点意思。平地拔起一座山，你看它得多陡峭啊！这里还要写名字。OK， 这里买票，这也没有一些售票处什么的。在这里买票，一个人1美金，然后买完之后并没有给我们票，只是登记了一下名字，然后就让我们走了。后边就是检票点，然后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，那个人就问我们：“你们买票了吗？”然后我们说：“我们买了。”他说：“那你们上去吧。”就也没有任何凭证，就是完全是靠信任。但是他有一个对讲机，然后那边我们买完票之后就会给这边说一声。我们爬了10几分钟的山路，现在到了这个万人洞 Killing Cave。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红色高棉时期屠杀了很多人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这里有一个洞，然后他们就直接把人推下洞里边，现在那个洞里边有很多的骸骨。 Killing Cave 75米。这个洞口就是当时红色高棉杀人的地方，就他们将人绑到这里，然后直接从上面推下来。当时是没有这些台阶的，有些人就直接会从上面一直滚到下面，所以这里一共有超过10000人在此遇难。
所以这个洞现在叫万人洞。这个地方的风景很美，从这个洞外边往远处看去，有成片的丛林和田野。但是当年他们就在风景这么美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些展现当年红色高棉暴行的一些雕塑。拔牙齿，这个带枷锁，然后在油锅里面煮，锅里面煮，这里有个油画呈现那个万人洞杀人的场景，直接推下去，前面都是残骸。这万人洞旁边修建了一座寺庙，还有佛塔，祭奠那些亡灵。这里在修一个巨大的佛像，都搭着脚手架，现在只能看到半个脑袋，应该有20米吧，20米高的一个佛像。哦，厉害。天哪，这么多人。这里已经坐满了人，都等着看蝙蝠出洞。这就是那个蝙蝠洞，现在再有一会儿蝙蝠应该就要飞出来了。那是蝙蝠的声音。是躲开人群吗？不是，他们可能就是要往那边飞吧。他们还是排着队往出飞的吗？他们是排着队往出飞吗？也不插队啥的。哇！哇！
据说这个洞里边有100万到200万只蝙蝠，它每天晚上出动到旁边的这个丛林里面去觅食啊，因为它们的存在，这里每年有几千万吨大米，就是会免受空虫的侵害，所以蝙蝠也是当地农业的一个守护神。所以这边是禁止一般人去进这个洞里边去打扰这些蝙蝠的，大家只能在这里看，想要进洞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允许的。但是当地也有一些人是专门进这个洞里边，定期进这个洞里边去清理洞里边的蝙蝠粪，让他们把这个粪拿出来，一个是把那个洞里边清理一下，另外一个是这些蝙蝠粪拿出来以后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钱，因为蝙蝠粪的肥力非常好，就是可以当做种地的肥料，而且还挺受欢迎的。他们晚上出动的时候是集体这么排着队出去，然后在丛林里边觅食一晚上，早上回来的时候应该就没有这么壮观了吧，早上就不可能排着队回来了，对吧？这些蝙蝠的个头好像都不太大呀，都比较小蝙蝠，还是因为离太远了。现在已经有快20分钟了，还没有飞完。据说这100万到200万只蝙蝠，整个出动的时间要1个多小时。天就快要黑了，等下天黑了应该就看不着他们了。整个周边这个村庄全是靠这些蝙蝠发展起来的，全部都是一些餐厅什么的。现在到了当地一家非常火爆的烤肉店，这边这个菜单上边都是瑞尔，没有标英文，然后服务员也基本不会说英文，所以这应该绝对的是一家当地的餐厅了。然后从上面这个价格来看呢，柬埔寨的物价真的是不便宜啊。之前那些店可能是针对外国人的就不说了，但这个店绝对是针对当地人的，来吃的也都是当地人。像这边一盘牛肉10000块，就是这个，这是我们点的一盘牛肉，一万瑞尔，那就是2.5刀，大概是20块人民币。这个也是10000，这是一盘猪肉，这么肥的猪肉也是10000，20块人民币。然后他们这个烤盘是用的卡式炉，这边的物价确实挺高的，应该来说。然后这个330毫升的一小瓶啤酒也是1刀。来这边吃的都是当地人。